河美蛤仔井里东公路是你来通往河美街仔的重要道路，路边的狗仔更是附近农产重要的灌溉来源。当地乡亲甲里长是希望拓宽路面，提高行车安全，但是受限水利会狗仔，所以是希望水利会会当协助整治狗仔拓宽甲设置水闸门。连接蛤仔井里以及河美街仔重要的东公路，目前路面大约只有两米半，部分路面受到重车地过，已经出现下陷缩减狗仔的情形。当地乡亲看到东公路面无法多回车，狗仔水面已经甲路面差不多高，因此向里长以及议员林根仁反映，希望协调水利会、水主处以及公所共同整治。这条路吼，蛤仔井里太侪人一直出入的，啊，若变啊回车，啊是乌道啊烧闪吼，大家交通足危险的。啊，甚至嘛有车跋落沟仔底，啊跋落田底，啊希望若要阁做这条沟岸哦，都爱往南移哦，唔能够往北移，往北路路细条。甘心你去这条东光路呢，啊差不多两米半宽尔吼，啊但是吼、哦，边啊这边街街阁一个水利沟吼，规个伫这边街街吼四五十家会拢是饮这条沟的水吼，啊这条呢啊差不多两米半尔，但是内底吼还有一挂工厂吼、工厂林立，啊所以吼、哦、啊。有真侪动车入来，啊，动车交落去吼，即、這个河岸做了无加强吼，一直放落，像咱即摆甲看吼，一直河道已经缩小去啊吼，啊，你即摆若准予伊吼，啊，瘫痪了后吼，顶游若准拄啊落雨的时阵，顶游吼会淹水 ，AI 啊淹无水吼 ，AI 农田会淹无水吼，啊，希望讲吼，咱水利会甲水主处啊，甲咱公所呢啊三方面来协调讲吼，一定要有即个河道呢畅通，因为后壁遐到四五十家的。诶，农田拢是食食诶水吼。林根仁向共同会刊的水利会人员表示，将邀请水主处、公所以及水利会共同参详，只希望会使让这个案件圆满达成。而且东公路边啊灌溉沟啊，因为欠缺水闸门，造成附近农田灌溉常常出现无水通用，伫表面超抽地下水之下，希望水利会会使同意兴建水闸门。即个农田哦，稻米吼，啊差不多四五十家的田拢也无经过重划，所以水沟干这条咧。咧淹名吼，啊，所以伫遮个伊个沟面有较低，啊，你若无做水闸门咧，拢大家拢淹无水吼，啊，拢大家用木头抽，啊，所以咱即马拢管路有咧禁止讲吼，抽取地下水，所以即个水闸门啊，炸起来，才有人炸水来淹即四五十家的土地，啊嘛，希望讲咱管路甲公所咧，按即边遮个吼，咱好比镇吼，就剩差不多七五，也无啥重划呀，农地也无重划呀，剩咧拢差不多重划了啊。啊，希望讲吼，咱水利会嘛用吼，啊来甲咱这边的农民呢，啊的权利呢，稍来争取一下。水利会表示，农地中划需要搁再参详，但是有关农民需求的水闸门，将会优先协助兴建，希望确实协助农民改善灌溉需求。新中华新闻江代景何必采访报道。